Command codes verified. Engage.在这个电脑端的应用呢，其实透过上把连接就可以了。首先我们电脑呢先连接到我们的 Togobox， 接着呢在 Finder 上面选择连接伺服器，进来之后呢请输入这个连接这个网址上把 192.168.60.1， 接着进来就可以选择访客来做连接的一个方式连线。接下来呢，当然就选择了 USB 或者是 SD 卡，看你的资料放在哪里，就可以来让我们一般的电脑一样来存取这里面的资料咯。 Automatic defense procedures initiated. Transfer complete.